程哈。嗯，要说这个播完《来自星星的你》之后，这小半年的时间，我觉得已经播了好久了，哎，可是他还是红到发紫。对啊，帅气的杜教授现在就是广告接到手软，赶场跑到腿断。对，而且你想在看电视的时候，嗯，基本上看到什么产品都是杜教授在代言。那这一次呢，同样他又是来站台捞金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他好像和以往有点不一样哦。大家好，我是金秀贤。尖叫声一片，我们的都敏俊熙又来啦。不过近看下都教授的帅气脸庞，惊人双下巴，百褶包子脸，我们那个干练帅气超有型的都敏俊熙，你是被外星人打肿了吗？秀贤哥哥不是戏里戏外都爱健身，一直身材杠杠的吗？예아무래도이제운동을하다보면좀쓸데없는잡생각들이나그동안의스트레스들이많이해소되는것같아서。好吧好吧，人家秀贤哥哥都是为了疏解压力去运动，最近略有发福，想必是木有健身，木有压力，需要疏解，生活工作很顺心嘛。像咱秀贤哥哥自从披上了都教授的外衣后，不到半年时间就风靡了整个亚洲。这捞金的广告接到手软不说，还清一色是吃的喝的。这不是巧克力就是蛋糕的，咱都敏俊熙想不发福都难呐。好吧，原谅教授一下放纵肥肉多，人家这不是事业所迫吗？话说都教授，你吃喝玩乐站台捞金也半年多了，咱啥时候拍部新片干点正事儿啊？不过照你这么放纵下去，下部作品就得演个大胖子了。娱乐新天地，演员还是得靠作品说话，综合报道。